得干一辈子弄钱哦，走着上张家口，我这都走着走，从小没有母亲，现在过得神仙的日子啊、吃得好喝得好、您是从哪里来到北京的呀？从张家口撤退撤到抚平。张家口撤退啊？那当时解放了哦，没解放。嗯，您给我讲讲。从张家口撤退到抚平啊，从抚平到这儿。哦，从抚平，然后就来到这个印钞厂了。哦，19年啊，集体，抚平它是第一局啊，济南是第三几局，都跟这儿合并了。哦，都是弄钱的哦，弄钱的。哎呦，您弄了一辈子钱，得干一辈子弄钱哦。山东是济南也是弄，石家庄那也是哦，它是总的都合并在这儿了哦。那您是多大年龄来的北京啊？18、19啊，反正不大。18、19岁来到北京了就，就、一直就在北京。没想到说上班啊。我呀，从小没有母亲，我母亲早死了，跟着我奶奶啊。我姐姐呀，跟我那姐夫是在张家口撤退到抚平。后来我奶奶说，你连个亲人都没有，年不可上你姐姐那，多年没见面了，你也不上抚平看。去看看，那会火车不通，还得走着去，走2天，还得在外边住一宿。哎呦，那会儿那抚平那地不像这地儿好走，那啥土，迈一步出溜一下子，迈一步就是成了一小步了。哎呦，走着上这抚平，哎呦，走着上张家口，我这都走着走呀，头一年是。48年，走着先上张家口，走到那个来源呢，也不怎么张家口撤退，没去了就回去了，说得第二年走，第二年又反过来上抚平，反正都是走着走，嚯，哎呦，一天走100多地，哎呦，您这年轻的时候受了不少苦，那也不感觉，年轻不感觉，不感觉哈。老了享福了，现在过得神仙的日子啊，吃得好，喝得好，不愁吃，不愁穿，真好。我现在还得念共产党毛主席啊，不哪儿这好，哪儿赶上这好时候啊？真是赶上好时候了啊！祝福您健健康康的啊！